啊，特别可爱啊。哎呀，这是跟谁呢啊？孙春鹏给顶替掉了，黄义超还在，王就这样盖掉了啊，这也不是个好的投篮选择。对，欢迎您来到红山体育馆，一方面证明您是一个球迷，而另一方面您肯定是哎，这种失误一定要避免，因为福建队善于打反击。好球！福建，你只要一失误啊，或者投篮一不，也没有人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啊，跟他做一个对抗和拦阻。亚当斯奋力的回追也没有办法。嗯，真好球啊！哎呦，漂亮！王哲林停这一下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篮球智商。杰特今天还得扔啊，投一个，好球，也是三分啊，也是三分，扔到劲儿。好球，舒服，哎呦，漂亮！这球给的也好，上的也好啊。残阵下能够指挥成这样，给队员疏解压力，这项工作是做的，首先是第一个。就是啊，这个如果有一个进步最快、积极性更强，最后这个他直接是。刚才于长东这个球绝对不是水平问题。又一个啊，王哲林现在越投越稳。没错，越啊。大勾手没勾进去，给的舒服、漂亮。这是大王的传球能力啊，加篮板，我掩护自己突进去，左手，哎呦，大王，哎呦，厉害了这球，大王在汉德迪头上摘到前场篮板，这球大王厉害。王哲林这转身啊，真是有威胁啊！大个这个转身那么灵活的，还真是不多见啊。亚当斯啊，我觉得他是要那种一连串就一直给他投啊，他养出手感来，然后会一直进球。他需要大量的出手机会。啊，特别可爱啊！哎呀，这是跟谁呢啊？客场跟球迷，这么亲热啊！是，哎呀，转移球，这又都集中到这一侧了，对，要拉过来，好球啊！把哈拉迪拉到高位，这是新疆队防守的软肋。再找到王哲林低位啊，哎呦，横传，红龙帽，对，红龙帽的有了，很稳啊。今天福建队，福建队将马上迎来他们的这个轮转时间段啊，这是他们的困难时期。这段呢，要多给这些替补啊攒攒存款。这个不歇的意味就是，今天啊，中锋都想拿，想拿。王还留着，哎呦，直接扣进去，这球够横啊！因为拿篮板自己控，打孙东林，是孙东林，就吃这一个点啊！今天，今天这个打孙东，大王来接，还是去吃孙东林？哎，他夹了，哎，漂亮啊！今天他